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救灾现场。那在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援车辆以及物资车辆已经抵达了现场。在现场，我们的救援帐篷已经搭建起来了很多，很多的村民都被安置在了救援帐篷当中。那今天除了有矿泉水、方便面等基本的这个物资以外，我还看到了有馒头、鸡蛋以及羊肉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现场来。